咱想说哒哒哒，树皮不知疲倦在广东，就算不听阿夏阿福，你不会收到一个人回复、啊、坚持不虚一个无论何处都没有余人说你建立个浪潮结束，卖梦的繁华的心情盘古却没有四季能抓住众人一袖之处，你可以独自去一步，不需要被关注，相远便于世出，害怕会卷入与人相处的桎梏，无法解开这简单的题目，学不会怎样将自己融入、啊、坚持不虚你的无论何处都没有与人顺利建立的浪潮基础，寒暄的讨好的心情叛徒却无法自己处在话题时相连画图，以为自己很幸福，不需要放弃去改变这条路，然后去住是这里心的挣扎，好像不起好像无人需要自己不清楚的感动，然后提醒的骄傲再有一点天气不放大要承受极限崩溃边缘，一直被一大的孤独感觉能坚持多远，上你独自吧。